昨天在南北大道的一场恐怖车祸，不但夺走了本地著名华乐团指挥兼导师周汉鹏的生命，同时也撕裂了周教练旗下所有华乐团学员们的心。发生冰火毒中，华乐团与合唱团的团员今早来到周教练的灵堂前，呈现感恩的心和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，献上最后敬意。感恩的心一曲是周汉鹏去年公演时所指挥的压轴曲目，因此意义深远。学生们除了现场合奏献唱，也带来参赛所赢回来的奖杯、公演的海报及大合照，而这些与周教练共同的美好回忆，如今都只能成为追忆了。